嗨，我是丁米松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做发膜。我现在头发就又干又燥，而且没有光泽。我必须在圣诞节之前把这头发能够护理，让它自然的垂直。这是我希望做到的，因为我本来就是个极简主义者，喜欢省钱又省时，而且也不喜欢在发廊里待3个小时，闻那种很怪的化学味道，所以我喜欢在家里做。美食、美容又美发，如果你喜欢，就订阅我的频道吧。好，下面我就跟大家分享在家如何做发膜和做直发。你看我现在头发放下来，是不是很干很燥啊？很干很燥，所以我必须要做一些头发的护理。今天跟大家说的是就是4种。纯天然的食品做头发的护理，可以营养头发，又能够让头发垂直、自然、柔润、光滑。这4种食物就是，一种是橄榄油，它有很好的保湿作用；另外就是柠檬，柠檬酸它可以软化头发，能够很柔顺；另外就是椰子油，它能够让头发很深层的吸收营养。另外就是椰浆，它含有丰富的油脂，所以因为我要补充一点油脂，所以我要用椰浆而不是椰奶，就是 coconut cream， 我要用这个。好，接下来我就跟大家分享。好，这食物是椰浆、椰子油、橄榄油和柠檬汁。先放 coconut cream 200毫升，再加椰子油1茶匙，然后再加橄榄油1茶匙，最后放柠檬汁。好，柠檬汁加好了，将它搅拌均匀。好，我先来涂两边，在手心涂一点，然后揉一下。确保每根头发都能够敷上这个发膜。然后后边1/2，我的后边也要涂。拉到后面没有头发，看不到头发了，那就是后面也涂到了。这边也是。敷在头顶上，以后记得用很细的梳子，继续上，继续放。你看，这个纯天然的椰子油、橄榄油，还有柠檬，味道一点都没有那种怪味，纯天然就是好。而且放在头上，可以去做家务，停留2小时、3个小时都无所谓。如果我这一次呢，想把头发弄得直一点，那我就不会放到浴帽里去，我就让它那么直的这样子。它一边擦一边又干掉了，一边擦一边就干掉，它在吸收这个发膜的营养。所以要不停的刷，不停的刷。我这么多的量，还剩下很多。就不停的刷。
那我想让它是直发，所以我梳顺了以后，我就头不要动力，还让头发保持垂直。好了，如果不想等太久，那就加热更快。我用后面的头发贴在前面，这样头发是不是会更直一些？头一动也不怕。哎，为了抢时间，我一个半小时就洗掉了，我有点事情。看，太喜欢了，看一下后面。好，这个发膜真的挺好的，很柔顺、光滑、滋润、服帖，你们也可以试一下。好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